莫斯利安。跟鸡蛋来了吗？这个鸡蛋啊，40亿达，哇，厉害厉害，哇，都买的厉害。我本来买20，他又翻了一个跟头啊。本来都是20亿达的，他40亿达。差不多了，啊，差不多了，这个这个米怎么买啊？35块8。个5斤啊？10斤的。10斤的。这个几斤的？20斤的。这怎么买？60。60。这哪？这个什么米啊？成都米。成都米啊？崇明。啊，崇明的，嗯。问一下，看一下。原毛的没有了，啊？师傅，这个稻米又怎么买？稻米啊？啊？你说啊？这个是哪里的稻米啊？哪里稻米啊？哪个牌子的？金光的稻米啊？还哪里稻米啊？哦，有这个。还有金光的？那个原毛的没有了？没有。这个米吧，你这不是面粉吗？放心米，是我哪个米最便宜的？这里的这个50，看一下准备准备。这个是这个50几斤啊？20斤啊。20斤的，这个呢？这个米，这个85。哦，武昌大米哦。好的。也没有皮衣货了，皮衣货抢没抢过？啊哈哈哈哈。相信不相信？相信的，怎么会不相信啊？蔬菜都买出米价格了呢。40几粒米，全部没有的。哦。全部没有，为什么没有？乡下米没得上来。哦，乡下米没来。也十天时间，不问是多少。哦，还没来。不给你来。不给你来。不问是多少。不是政府好用的好多都运进来了吗？我们的所有的米厂全部就得停掉，你要往上海开，就不要看。下高速，不管是下高速，这个地方不跑。哦，这个对对对，这有可能。你想一开，往他妈的北京开啊，北京跑一下。哦。那就放在这里，我们去拿呀？啊，也不对，那也不能。怎么去拿呢？你不扛啊？对。像集装箱一样的。在这个拖斗放在这里，你这个斗再去开，你总要有车子去拿嘛。啊，总要有车子去拿嘛。对，那个封起来不方便。你别弄来弄去，弄来弄去，对，价格也上去了，对，哦，这个拿不进来，哎呀，所以说你。再便宜不给你去。对，哦，你就是买库存了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啊，这里买光就没有了。你往开看，能有高价菜的跑吧？哦，高价菜的跑。哦，高价的还买？哦哟哟，这个太可怕。为了100，现在300。哦哟，哦哟。他跑回去专门过来。哦。
成本要隔离。嗯。我们隔来半个月，所有的费用自担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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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就这么宰呢，他把这个菜饭全部送进去。那你怎么办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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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好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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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师傅，这石库门几点？这个石库门的那个稻米油，80块。那个大米呢？啊，这个米60块。最便宜的有没有啊？最便宜的卖完了，没货了。最便宜多少钱啊？50块。50块了，都好了。哦，都卖完了。好，谢谢啊。嗯。要找嗯。花生的花生酱。嚯，这养生鱼吗？哪能吗？厉害厉害厉害！这洋葱呢？哇！太厉害太厉害，太离谱太离谱！哎呀！哦，这里面也封掉了。前锋，这里前锋。哦，这里全封掉了。哈哈哈！哦哟，发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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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全封掉了，全封掉了。这里旁边都买的很贵的，便宜的米都没有了，便宜的米都没有了。割山菜难的吗？哎，给你拔菜，就这么多。香菇生呢？香菇生8块。香菇生8块。这么全卖10块的端的，你自己看看，妈就一点点东西。升上升，全部封闭啊！全部封闭，就证明里面有那个病毒啊！